化书院复学防疫指南。大家好，我是梦幻西游手游健康小组疫情防控督察员帅气侠客小健健。疫情期间，大家要佩戴口罩出门，到了学校要排好队接受体温检测，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哟。健侠客，干嘛呢？快过来测体温。入校前要自觉接受体温检测。体温过高。测体温之前不要剧烈运动，不然体温会上升。进入校园可别忘了洗手，要使用肥皂和流动的清水搓手不少于20秒哦。站住。那什么，我怕水。避免人群聚集，分餐而食，利己利人，保持环境整洁，每日通风3次，通风时记得多穿衣服。我一点也不累，你呢？小菜一碟。不要再压了啦。收拾了一下午教室，累死了。哎呦，别趴着了，快来锻炼身体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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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